感谢鸿运车业赞助播出。来，瞬间白天了，白龙学要来面对现实，进站改全组最重要的关键要发动。唔知话，我现在唔知啊，马上有人报备者，拜托。好，首先先打开，后来抽里面有还干净的，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要先蒙住，哦，这样发动，我们先试路看会行无。好，会使，好的前雕，但是呢，离铁现在不够电。来，镜头架上，我们先发动，吸一下油出来。还没，还没，好，再来，油门吹下去，油出来了，闻一下味道，干净的。啊，这种也有保庇，拜托的，让白龙水这台安尼顺利当活起来，加油，卖吹油。啊，迄落火柱也袂记倒。接，火星在这个线，忘记接，现在忘记接的话叫恐怖。好，进去。好，接好了，妈祖你拜托啊。没了，要有信心，来，换一下姿势。这个姿势不够完美，安尼，妈祖你，你要拜托的。来啊，53度。哟，简单讲老贵。哟，简单讲老贵。简单讲，老贵。哎呦，不是，奇怪，油怎么一直喷出来？哦，这油那一直造出来，切，一直老油呢，奇怪了。化油器是老油，哎，这油面太高，从那边一直排油出来，奇怪，而且一直走油出来，啊，我才先甲接下来，怪笑，奇怪了，为什么安尼呢？这无空气箱也会坏了，空气箱要装起来，今天空滤装上了，我倒啊！来，先看一下。奇怪，这哪安尼老啊大，老噶大。先拆掉，瞬间排气管拆下。你这种吼，可能有改工头无同。这个我没有把它淹掉，这唔知拆起来无？哦，拆掉了。但这个拆不下来呢，那直接套上去试看看。好，瞬间。弄好了，不晓得这样对不对？来，再来发动吧。好比者啦，我欢迎啊！我不欢迎啊啦！告诉一声，出来要死要死，
敢有可能跟食土土壤做有关系？来，石路先挑一些，哦，然后红糠的部分，先把它放大一点。好，来，两面半，好啊。红糠搁较细，所以我对这四星层的雕制是讲真的非常之不了拿手的。先化了烧的，电会坏。靠腰啊！你转到岸是些啥小啦？哦。练盘，红糠先放练盘看嘛。唔爱奇怪，佫袂发。哦好啊，佫放两粒。但不晓得什么问题。完全唔知道，不晓得什么问题，伊都发惊要死要死。要死奇怪啊！完全想无。我防空先甲放半年倒啊，放一年倒啊。这样怎么验车？不要紧，这个我们先拆掉，我们来看有没有过油。有了，
油起哩，哦，看者，好，好 ，OK， 再次油上来，好，来。先起来验车，啊，这个就是先拆掉了，哦，啊，因为有先调整之后，哦，怠速都比较稳了，哦，然后先验过再讲。好 ，OK， 来，哎，奇怪，唔知到这突突稳走，电脑骑小的时阵，电脑较顺的，我刚刚尾仔可能滑落去，迄个啥，无够迄个啥，就是无够大了，好。顺啊呢，奇怪，迄小车也顺啊，我感觉可能我有几个关系啊，无啥会顺，但是至少先验车验过好了。好了，大刘，它算是有力的哦，哎、欸、妈哦，握起来就会顺啊，来要被俯冲啊哦。一直放水啊，足奇怪。好、哦，要死要死啊！我紧验车过得啊，再来。我、哦、发电机也正常。好，安尼会使。啊，那先就直接先这样哦，结案啦。啊！伊这原底迄个啥油箱侪，可能是一直发溢出去哦。这个布的关系，这唔知做小的拿掉这个。所以尾啊，这个化油器甲烟筒嘛是要改掉哦，要不然它这个我是觉得迄个啥压缩箱饱哦，拢积掉嘞。好，多谢妈祖娘娘灵巧保庇。然后这一出的话，就是哦，结合跟验车在一起啦。谢谢大家，来啦，汽车嘛，汽油送，对不对？别他妈还俯冲冲过，干了赞呢啊！哦，这吹的名叫做布里亚拉气哎，哦，还要收嘞，我这台战车啊，本来我刚应该是那个化油器跟排气管，然后再搭配啊，哎呀。啊，就是这样哦，简易的零星哦，分享给大家哦。祝同学们哦，2023年都能开大运发大财，记得支持白同学哦。哦，了解，这台进站空间，真正非常感谢那个，我会记那是亚服士那设计那个头家送我的，白同学做多谢你呢，谢谢啊，哦，早上。